穿着我的大棉裤来了。干啥？撞到脚了。你是卸了妆的他吗？对。光去上了厕所啊，基本上。不好意思。昨天晚上变化，昨天晚，昨晚今晚大变化呗？啥玩意儿？吃个玉米吧，吃个玉米吧，吃个玉米吧。这个玉米煮出来的话，这个有点掉色啊。花青素、帕雷丹、盐焗蛋，你们还在呢？谢谢，充个电，赶紧，没电了，麻溜的。洗手了吗？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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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了啊！突然就尿急，嘎了嘎了，动呢，快快快！好吗？简直和你一模一样。你说我妹妹呀、啊？真的吗？她跟我真的很像吗？可能是因为我直播间的一个瘦脸配置，比如说瘦脸什么的，就是这些美颜配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俩就是看起来都差不多。那如果说在她手机里面的话，看起来不一样啊，一模一样，太像了。她是我小表妹，我是她表姐。像卸了妆的我，还好吧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自己倒觉得还好。扩音器没带，我麦没电了啊，姐妹，等一会儿再带。我麦没电了，充会儿电，不好意思，充会儿电。黄玉米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比黄玉米还贵。黑玉米，东北软糯玉米，非常软，非常糯。这玉米吃到货没有？这一根玉米相当于16颗蓝莓，吃蓝莓的话对眼睛好，你们都知道，里面还有丰富的花青素。你看这颜色，你说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？老人、孩子、孕妇啊，可以多吃一点。这个玉米几乎没有差评，全是好评。还缺表妹吗？我去，几根来？这根玉米收到货啊，你们会忍不住给我好评的。它每一根都是这样子的，真空包装。八分熟，拿到手把这个袋子撕开，放冷水下锅煮10到15分钟就能吃了，特别的软糯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它一年就产一次，妹妹，没有任何防腐剂，是嫩还是老？它是软糯啊，能看到没有？它的肉，你看它爆出来了，它是属于软糯，它不老啊，它也不是嫩，它也不是软啊，它也不是嫩，也不是老，它就是软糯，软糯软糯的，吃到嘴里它那个颗粒啊，这属于那种有点粘牙。耿耿啾啾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微波炉吗？不行啊，不行！来，给他们来一波吧，不要砍价啊！因为黑玉米本来就贵，你明白吗？黑玉米拿到手的话，你在外面买一根都得10块钱一根，10块钱一根哦，它比黄玉米还贵，一年就卖一次，就产一次，产量很低的啊，但是营养价值高，是真高。哎，冷藏吗？你一说软糯，立马下单了。我跟你讲，要不软糯的话，我就不卖。你看它的肉，能看得出来吗？我一咬的话，它的肉都爆开了，能看得见啊？对，你看，我一咬它的肉就出来了，说明它是软糯的那种，它不是说硬的，哎，就好硬的那种，不是啊？来，放冷藏吗？这个玉米放哪里？重点看一下，保质期，每一根都是这样独立包装，真空包装的，把袋子撕开，冷水下锅煮10到15分钟就行了。这个软糯，这个黑玉米没有几个主播会卖的，因为它太贵了。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啊！但是它是什么？低糖、低热量、低脂肪，减脂期间老年人、孕妇、宝妈、孩子通通都能吃的。很多那种就是减肥期间小姐妹，她会专门买那种黑玉米做代餐，因为它是纯纯的粗粮，它是属于低脂肪、低热量的，当代餐去吃，明白吗？很多减脂期间天天泡健身房的人，他会经常吃什么黑米、黑玉米这种五谷杂粮。这个啊，玉米会吃的很多，明白吗？水煮对甜度的话，只有2到3分甜，一丝丝甜味，明白吗？属于低糖的玉米，老年人、孩子啊，然后什么减脂期间你都可以去吃，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、4，来，5、6、6根，行吗？不要砍价，每一根的话品质都这么好，没有一个是坏的，没有一个是坏的。正常外卖卖的话，10块钱一根吧，60块钱。60块钱拿热水煮吗？不是泡
把这个袋子撕开，你就放在锅里，冷水下锅啊，冷水下锅，没过它，水没过它就行了，煮10到15分钟就行了。每天早晨来一个当早餐、当点心、当夜宵都 OK 啊。软糯玉米、黑玉米比黄玉米还贵，行吗？太多了，哎妈，六根也太多啊！你们待会去看看里面评价啊，全是悠悠的顾客的真实反馈，没有任何没有一个是作假的，明白吗？这个玉米才卖了几回啊，收到货几乎全是好评，真的好评率非常高。来，一根10块钱，黑糯玉米行吗？煮好的那种，60块钱咱不要啊，60块钱不要，36，36，36，这么点，一个星期的量给你安排上，行不行？一个星期的量，一天一根，7天，一周7天，7天，好不好？那七七都十块钱一根，七都得70了，六根的话都得60了。咱今天直播间不要六七十，直接给你们打骨折，上车来。有些直播间卖的话是49.9啊，45.9，39.9啊，都有在卖。今天咱不要45了，咱不要什么39.9了。助理，给我把我的佣金3块5毛钱佣金给我减到3块钱来，留个5毛钱就行了。拍下所有付款成功的，你可以任何一个直播间对比，姐妹们，咱们直播间直接36.9包邮，就是一个普通黄玉米的价格卖给你们，行吗？付款成功的，来，不要抠吧。8根就8根，收到货给好评，你们点进去看看里面评价，全是真实反馈。8分熟，拿到手把这个袋子撕开，冷水下锅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，卖吗？它是8分熟的，它不是全熟，你不能开袋即食啊，不能开机吃，甜度只有2到3分甜，它的甜度很低，低糖、低热量、低脂肪的一款代餐五谷杂粮，老人、孩子、孕妇、宝妈通通能吃，行吗？36.9给你发整整8根。这个好多直播间卖的话是39.9啊，39.9也有，45.9也有，因为黑玉米，我跟你说，一年就产一次，它一年就产一次。啊，你要是反季卖的话很少有，你在外面买的话就很少能看到黑玉米，一般都是黄玉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很多直播间卖的话也很少卖黑玉米，因为太贵了啊，49.9客单价，我的妈啊，也挺实惠的。咱们直播间的话一根才几块钱啊，打开即食可以吗？不行，它是冷水下锅煮10到15分钟，它是8分熟的啊，真空包装，拿到手这个袋子给我撕开。撕开之后，冷水下锅煮10到15分钟，煮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，软软糯糯啊，当早餐、当点心、当夜宵都 OK。减脂期间，小姐妹，你把它当代餐都行。吃了会不会黑吗？不会的，就像吃黑芝麻一样，怎么会变黑呢？对身体只有好处。煮完之后，锅里面的水会变黑，这个因为什么呢？它里面自带的花青素，明白吗？啊，就好像你煮青菜一样，煮完的水，青菜捞起来之后，水是不是绿色的啊？这是一样的道理。它是花青素的水溶性的原因导致的啊，它是自带的，天生的，不打农药，自然生长。一根黑玉米啊，一根黑玉米相当于啊16颗蓝莓，姐妹们，你扣10是啥意思啊？8根，妈呀！你看这个肉，你看咬的直接爆开了，你看看评价全是好评，姐妹，蛮好吃的。收到货，收到货的话，祝你这个保质期多久？冷冻12个月。冷冻十二个月。我相信他们几天就吃完了，因为很好吃。你这么你别扣10了，再加一根行不行？9根，来，每根玉米的话都是真空包装啊，每根玉米我们都不会低于220克的，每根玉米都不会低于220克。我是新来的，等我卖玉米是不是？特别好吃啊，买回去给人家孕妇，特别是那种什么身体比较虚的老年人、孩子啊，需要增加营养的。这个玉米，黑玉米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它一年就产一次，很稀有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商店里面都买不到。这帮娘们儿非得要10，你自己算一下，36.9除以10多少钱一个？3块来钱一个，这么点。一人就助理啊，一人发个小种子回家种去吧，行吗？不出意外情况的话，这个来年开春的时候啊，才会结果子，行不行？妈呀，行吗？8分熟，你自己回家种去吧，3块来钱一根儿啊，妈呀！啊，这个雪媚娘几个？雪媚娘10个啊，雪媚娘是10个，黑玉米，软软糯糯的，你看评价全是好评，好吃啊，而且它不咋甜，你知道吗？它微甜，老年人都能吃，减肥期间也能吃，低糖、低热量、低脂肪的，啊，常温能放就我觉得常温放的话，最多不要超过1星期，如果你是准备长期吃的啊，你说我要吃2个月3个月，尽量放冰箱冷藏里面。啊，这圣诞是熟的，拿到手8分熟啊，拿到手8分熟，10根我就买，就要10根啊，别闹了，哎，
煮完之后是这样子的，会膨胀一点点，因为里面喝饱水分了。干巴嘛，不干巴啊，它是软软糯糯的。煮完之后给你看一下，它这个水啊会有点黑，你知道吗？属于正常的，就好像你们煮青菜一样，不打农药，不是染色啊，纯天然的，里面还有花青素。那么这花青素是里面自带的，吃了对身体有好处啊。不能直接吃，因为这个是八分熟的，打开袋子之后它会有点硬，因为毕竟是真空包装的嘛，一定要放锅里用水去给它煮熟，煮完之后才会软软糯糯的啊。常温放只能放一星期吗？常温放我不确定，因为常温放的话就是不能保存的时间更久，我不确定，就是最好不要超过一星期。别给我使了吧，都要使啊，多人要的，我瞅瞅你多人要的，妈呀，悠悠去上了个厕所，你们都在等我这个玉米是吧？给家里的孩子排一单，每天早上来个当早餐。你普通黄色的玉米煮熟之后，某德基里面就这一小段七八块钱，用牛奶做的叫牛奶玉米是吧？我们是黑玉米，比黄玉米还要贵啊。烤箔剔剔库存，该剔的都剔了，都要是不是啊？来不说了，36.9块啊！别的直播间十根的话要卖45或者39.9的，咱们直播间所有给我点了关注的，纯纯的东北黑糯玉米啊，姐姐妹们，一年只产一次，产量超低的，真的是很稀有的一个品种，行行啊，带袋子可以煮，不要把袋子撕开，把袋子撕开，把玉米裸着冷水下锅，把它裸着。每一个玉米不会低于220克啊！来，不说了。甜度的话只有2分甜，它不怎么甜，它主要是什么软糯啊，营养价值高，低糖、低热量、低脂肪的一个粗粮代餐，行不行？36.9付款成功的，给我所有点了关注的啊！来，对，10个给了。